何嘉林，中国国家画院创研部副主任，博士硕士生导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，中国画学会理事，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客座教授，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，杭州画院副院长，曾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副主任教授。这一节我们继续我们的创作啊，这个在上面一节的创作当中啊，我们把下面的两个石头啊，开合的这两个开的石头暂时啊把它勾寸了一下，然后也大致把这个位置勾了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慢慢的啊，要对啊中间部分啊进行一些啊这种描绘。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啊。我们原来的啊这样的一个山形，我们还是要把它保留住啊，保留住。主要还是一些笔墨关系啊，笔墨关系和笔墨结构的啊这种理解。既然啊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法，所以我们呢在画面里面就要对传统的方法还是要进行一些演练，比如说解锁村皮麻村等等啊，但是我们要掌握它的这个笔墨关系。有很多笔的皴法啊，可以把它这个势给它走上去。将慢慢的推延啊，慢慢的推延上去啊，使它这个山啊能够有一种有一种推进的力量。这个山下来，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，是吧？这个里面收得太紧，这个时候顺着这个势，顺着这个势。
这样啊，让它这个势能够从这儿下来。因为这些都要到最后收拾啊，先把这个位置给它先定好。这廊桥呢，它这个啊是有无数个这个柱子啊，就很多这种柱子啊支撑的。这个是它的这个廊桥的一个建制决定的啊，它之所以它有意思，就是因为啊，它能拿这种木头啊，能够几个木头支撑出一种力学方面的一些东西。Thank you.
在画的时候有时候真是很费猜想啊，就在画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啊让它又有画的又有意思，笔墨关系又能出来啊，然后又能够啊使画面里面产生一些啊另外的一些艺术特点，挺难。画的时候不时不时的啊，要去看一下啊，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啊，它有什么变化，还有什么变化。考虑到啊，它是可能有云烟进来，所以不一定马上就给它啊，把它画完它。Thank you.
这应该是这个房子的背面啊，应该是这个房子的背面。该密的地方啊，叫密。屏幕结构啊，屏幕关系。画这种房屋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把它的那种原理啊，一定要大致要把它表达出来啊。还是要把它争取啊画成一组。我
就想啊，这个画面都要以这个东西作为中心啊，从这里扩散去。我觉得就像我有时候我们说画画啊，有时候从手开始画起来画人物，慢慢慢慢画到全身，有时候从鼻子啊眼睛开始画起来画全身，这个我们当它画眼啊，这个里头我们把它慢慢的体会出去。就是房前面啊，一定要有空间，啊，一定要空间啊！不管怎么样啊，这空间必须得把它建立起来啊。啊，这房子这一组房子大体先这样画了，不一定要把它先画完啊，不行，先画完，先留着这个位置啊，然后我们慢慢的经营，慢慢的经营。嗯，我觉得马头墙可以表现的，就是说看你这组房子怎么去安排。因为安徽那个马头墙的房子，它有很多是大庭院、小庭院，还有是自持邻比的，是吧？一家挨着一家的。那么当然，你要纯粹去表现房子，那你自持邻比的去画是可以，但是要去整，然后一些小变化可以省略。那么你要是啊单个的那么一两栋院子或者啊那样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去表现，就是。重要的马头墙的部分你也可以留下，因为挺好看，主要是你取景的高度有关，因为大多数碰到那种房子都没有太高的山可以去画它，基本上都平地比较多，你要是能在山上去看这样一组房子，就画的马头墙顶上看下去还挺好看的，它还是有一些变化，它虽然房顶是脊梁是山脚的，两边马头墙它哎这种有变化，我觉得嗯可以表现啊，应该是可以表现的，也就主要是看，你在哪个角度去画它啊，哪个角度去画它。在这个河滩上，我要画一些树林，是吧？Thank you.
在画的过程当中啊，随时要调整啊，随时会改变一些想法啊。我就现在想把中间这个沟啊，给它来做的这个植物啊茂盛啊，在这沟里头啊，所以说这边慢慢的我给它延过去。石涛用这种啊淡墨的啊破笔法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用进去啊，让它在画面里面产生很多辉映啊，连带啊把它连带起来。把这个连成片，因为南方确实的这个树木啊比较茂密，还是要尽量给它捕捉到啊，捕捉到啊，这里一段云啊给它要留出来啊，云适当的要给它留出个空间。慢慢的啊，让它有一些这样的一种茂密的感觉。让它能够啊有一片的感觉哈，所以说我们用这种啊破笔法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现买现卖啊，刚学到的石涛的这样淡墨的啊这样揉成片的这种感觉。因为这个创作啊，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，所以说有的时候要随机生发，有的时候呢又要整体去考量，所以很难说在没画出来、没画完之前啊，它有时候并不是显得特别的看得明白啊。但是在画的人，你肯定心里要有数啊，你应该怎么样去经营这样一个山啊？怎样去经营？所以这个还必须的啊，要有考量。
已经把这个中间的主要的这个寨子啊，跟这些树逐步逐步的啊，把它能够啊连起来啊，逐步逐步能够连起来，这个很重要。因为其实画面里面啊，难处理的也就是这个树木啊和山石之间啊，怎么样能够各有各的位置，然后各有各的这种啊空间。所以现在这个大的一个情况基本上啊还能控制住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画面里面啊，既不能让它太突兀，哎，还必须要把这些啊都给它能够装进去啊，这个使画面里面能够有一种啊很啊郁郁葱葱的感觉啊，郁郁葱葱感觉在沟谷里面啊，要有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树啊跟这个房屋慢慢的拢住啊，拢住以后形成一个沟坎啊，形成一个沟坎，然后里头啊这种郁郁葱葱的感觉逐步逐步形成。我们先不把它画完啊，先保留在这儿。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先到这儿，后面下一节课我们再继续。好，谢谢大家。